众所不周知 Z 科技射线僵尸才是 BT 版中的单挑王。嗯，除了僵王博士，任何的僵尸都不是他的对手。 What？ 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当然是因为他手中的手电筒非常的厉害，手电筒发出的 Z 科技射线可以使敌人进入虚无状态，不能攻击也不能移动，只能像个二傻子一样站在那里挨打。不管是地上走的僵尸还是天上飞的僵尸，都逃不过他的魔爪。那矿工僵尸怎么说？对付矿工僵尸可以这样啊。 Oh no， 老大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？不管是大篷车僵尸还是巨人僵尸，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就连要被击杀三次的史莱姆僵尸也是一样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他打不过僵王博士呢？当然是因为他是僵王博士创造出来的高科技僵尸喽，打不过僵王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哦。